好，希望大家都支持我们一二三，谢谢。就是这样，欠每个群众机会，立马上场，娘娘也给算算机会。柯市长，世间想送你木马屠城，顺道问问你大巨蛋会不会成？欢迎几位正妹，哎呦，美女美女，哎呦，好了。旁边这两位是你的朋友吧？这是我们家的小姐，我今天是妈妈。你们家的小姐，打扰妈妈。只有妈妈会穿这种祖母绿，而且妈妈穿金带银。拉拉还是不了解岁月与女人之间的关系。哎呦，如果在一个海岛，在一个海岛，我只选一位要共度余生。哎呦，来喽，来喽。哎呦，注意喽，我们一起工作这么多年，是不是九年的时间？我选择的就是。Let go！ 好紧张哦！得奖的是来是谁？四位参赛者，伸出你的右手，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。拉拉，打边的拉鲁，拉拉拉鲁，因为很简单嘛，可以跟他聊很多的人生。奇怪，跟我就不能聊吗？有什么好聊？尽量避而不谈。而且我会。我会的东西也很多，因为如果在荒岛，我就很会钻木取火、啊。而且你会抓鳗鱼，对，我会抓鳗鱼，他会抓鳗鱼，条状物你都很厉害，抓鳗鱼，很会抓。奇怪了，他会对我钻木取火，而且是铁杵磨成绣花针。不用不用了，你看今天早晨，你看我还晨勃嘞。哎呦，喂，嘿嘿，你有玩了一下，你有在经营就对了，对的，早晨玩一下微博啊，微博，也合理啊，也正常啊，这个年纪也要玩。旁边这两位赶快介绍人家啦，是那个 JKF 的百大女郎，哇，年纪很小，一个22岁跟27岁，哇，都可以当女儿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今天是妈妈桑代表，来来来，给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啊，你们的心得。对，我是比特，Hello， 我是文心。那你们今天来做什么？这个要介绍一下。我们今天就是来宣传百大的投票，从9月1号到12月31号，然后每天都要投我们一票哦。对，然后就是 JKF 百大女郎投票。那我们主要是让性感成为主流，这样每个人都是性感，对对对。那健康你们也在里面嘛？你要赶快拉票啊！对啊，对啊，要投我，投我。你们目前是几名？要跟大家讲，要赶快拉一拉。我现在第3名，希望今年可以成为第1名，加油！啊，文心目前第11名，哎呦，也很厉害啊！慢慢来，好不好？一点一点累积。我们拉票要给观众一些福利，对，果然是妈妈，多支持我们，对，要鞠躬，要跟观众鞠躬。哎，好，希望大家都支持我们一二三，谢谢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来，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四位即将凋零的谐星，这不是他们生涯的一个挽救他们即将凋零，对对对对，那老兵不死只是凋零，但是我经常在讲艺术创作工作者，如果你本身一直没有创意的话，没有新意的话，那你就会被淘汰，是对不对？这个节目久了就有老态，老了就有疲态，疲了就会淘汰，不自我淘汰的话，整个别人来淘汰他们。欢迎吴尊的表演。丁守中，都有梗，很会很会。吴尊出道至今12年，以不计形象的搞笑模仿，深受许多观众们的喜爱。大家好，我是少年拍，你问我是哪个拍，就是冷冷的冰雨中，冰霜胡乱的拍。而有生意头脑的吴尊，更同时经营许多副业，看得出来吴尊很早就开始懂得敛财了。抱歉，念错段落。看得出来，吴尊很懂得经营自己。我是就算失真分的秒针，他跳这么依然活泼天真，就算走针也不失真，保证让你美梦成真的真真。今天吴尊会来参加挑战。根据吴尊本人私下透露，他认为现在台面上的饶舌歌手全都是垃圾。吴尊想要借由大热门这个舞台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究竟是如吴尊所说，其他人都是垃圾，
还是他本人连屎都不如呢？哟，奇哥吧，好凶，好凶哦！好，欢迎吴尊带来精彩的第四老前辈。哟哟。想得心中想，这个奢望却只能放在心中想，没钱只好努力对发票轻松抢，女友叫你早点回家让轻松抢，没有新的东西表演没有新意，故事旧的可以变化出把戏，东高飞开一切不能跟上机，制作单位他们快要看不下去，老屁股玩的都是老艺术，老屁股表演内容没结束，老屁股站着位置不退出，老屁股一二三加绝体舞，这 JK 还穿在内吗？战场的后背，努力不懈还是只能看着前辈们的后背呀，演艺之路因为后背没有机会，肚子饿到前就贴着后背，怕老子的牙齿超级白，超级超级白，我剑客出现在每一台，但可惜都被转台，马克南心中一定该退就给新的舞台，不想怪自己不努力，只想怪前面太厉害，哈，没有新的东西表演没新意，故事旧的可以变出新把戏，东高飞开一直不能往上提，制作单位他们快看不下去，老屁股一直唱一直唱，老屁股啊哈，老屁股 yeah yeah yeah， 老屁股这样欠每个群众机会，你把扇扇娘娘也给扇扇机会，柯市长世间想送你木马屠城，顺道问问你大巨蛋会不会成，没有新的东西表演没新意，故事就可以编不出新把戏，通告别看一直不能的往上提，制作单位他们快要看不下去，我们新生代全都想得金钟奖，奢望却只能放在心中想，每天只能努力对发票轻松抢，女友叫你早点回家让轻松抢，这首歌虽然有点强肩膀唱，还是谢谢前排平台提起胖胖，你们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榜样，希望早日跟上你们神采飞扬，耶、yeah. yeah. oh, 欸，必死了态度有出来哦，帅的，已经帅的表演了，对对对，而且但你这个音乐是露西派给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是幼婷，严幼婷，哦幼婷，幼婷也很厉害，哦那没问题，确实是有不一样的感受，嗯，对，我们这个几位老前辈，看看人家新的一个表演，是他们虽然这个 diss 是一种文化，嗯，他没有恶意的，是这个是应验了一句古话，人家说那个以让而生，哦，下而应，哎，必也射乎。就是这个舞台啊，它是生冷的哦，它是一个生死的舞台。嗯，我们是 professional 哦，上了台没有效果，你就应该下台。嗯，合情合理，对不对？好，嗯，哎，我讲完，国贤你还不先走 ？Hello。太你怎么看？来拉拉，我觉得吴尊的表演很专业，很精彩，可是我比较笑不出来。哦，对，因为今天是谐星的评分嘛，我都希望你们可以激励我里面的那个笑魂。可是刚那一段，我有很努力的。这几位全部这艺人当中，只有吴尊看起来是最有喜感的。对，因为他跟阿喜在交遇。哎呦！阿喜感，阿喜感，有，谢谢阿喜，谢谢阿喜，阿喜感，阿喜感，他今天的喜感有比较收敛一点，对，今天比较想走不一样的，不一样，比较帅一点，突破谐星的感觉，对，试试看，比特，你怎么看？觉得很专业，这样很帅，也是笑不太出来。哦好，就是很认真看一段表演。我们现在看看他们三位准备要来给分了，到底他的位置能不能再创高峰呢？还是要回到真的凋零呢？三二
请给分拉拉七分八分八七八八八七的话，这样算起来是24。23哦，23多报一分哦。那哎，来那个潘老师，请往一号坐。哇，请往二号坐。哎呦，好不好？先来后到，马国前可能也不用。你与吴尊两位就一起共坐四号。你们两个交叠在一起。好了好了，坐三号了，两位两位。要颁奖要颁奖要颁奖。是第一名的这个请干。